各位大人，这场麻将游戏，要么你赢，要么你就输了。权力就像一个精致的茶杯，很容易破碎，但我会完整保留它。我发什么包围中国的长城，我会遵守它。我将弃着这些巨龙多去巨龙王座，无论付出什么代价。在阴谋市场中，信息是最宝贵的商品。中国已动，莫无贵白。